缺盆穴主要功效，清咽止咳。穴位定位，缺盆穴位于人体的锁骨上窝中央，距前正中线四寸。主治疾病，咽喉肿痛、咳嗽、哮喘。掌握以下两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将食指、中指并拢，两指指腹压揉缺盆穴2至3分钟，长期按摩可缓解咽喉肿痛、咳嗽、哮喘等。二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，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用脚刮法，让刮痧板向刮拭的方向倾斜，用脚部沿锁骨刮拭缺盆穴2至3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防治颈部和肩部病症。操作完毕。